关注我好，我有求人了。明天的事情明天聊。昨天的我忘记了，不管他了，自己都能打。对，对。不过他我记得了，他真的厉害了。我真的想不到。什么厉害？有人鼓励他。他几个兄弟都厉害了，有杨有余也是，都可以。也是命水，也是有人鼓励他。他真的，我真的不相信。我辛苦的时候你不知道啊，半夜三更给人家赶出去啊！以前我上师傅做工的时候，你工的时候，单位没得课，没得表啊，表在那边。呀，左右，你工的谁注意力啊？怎么追追的？那一些你工的谁注意力啊？一些没熟干的表呗，爸妈不听，妈妈不听，妈妈不来管。哦，过来就是我，一来我就爱就是我。啊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在豪矮讲得清楚一点了。我在豪矮差不多有四个月或者半年啊，我才去政府医院那边跟那个医生讲，我的喉咙没有声音。他一听我这么久没有声音，大概是大的问题。平常的人啊，两个星期啊，如果没有声音啊，要赶快去。这个都是平常的，那个外边的那个医生啊，外边医生只是用那个照不到哦，他又偷东西进去里面看哦，他在里面喉咙里面哦，突然变照这样看不到的，他原来要跟，等一下有的说，哎，你吃那个导游啊。是这样吃东西会痛吗？不会痛。如果会痛，为什么啊？可能它又要发作了。就是你们要保得很好。就是我跟你讲的，什么油炸的也不要，什么也不要。如果它会痛，为什么啊？可能又要再做第二次的化疗。电疗我已经做了，电疗不会痛的了。不过电一下，有的人。会红到黑去，落皮去。你应该不严重啊，你的头发很黑啊。不知道，严重不严重，什么东西都。都是我包到完，癌症的我包到完，这个病毒路也是我包到完，全部都我包到完。你先做礼拜啊，多点祈祷。有正常的人来这边，你自己也要祈祷。有，他说我这个喉癌啊，如果他再发展下去啊，如果他发展下去就伤到我的肺了，我的肺以后如果他后期的时候可能呼吸困难，他肺变硬去了。不能够扶进，如果上去上面大概是脑什么？如果他发展上去，大概是下去了，他跟我讲，因为他有给我检查，我什么扫描都做了，他现在没有东西，也有 CT scan 也在了 ，MRI 也 scan 了，他检查怎样里面？就是说有点不好。这样吃这个草药会好的哦，应该是会的，应该是，哇，还得当几天开，然后吐几天呢，是呀，有没？变得出来心跳。那个 scan 要一个多钟头，那个 scan 你是不到这个，不过你什么细胞都检查，你是知道的。好坏的传播啊，它是立体的，分身，哪里都能够看到。
酱就是要什么筋都没有看到，酱要吃多一点，也不可以吃太多啊。我回去要慢慢生，回去要。他说要生回去差不多要三年，因为我要去做那个电疗的时候，牙齿全部都要整哦。如果有坏的全部要拔哦。如果你没有拔啊，以后你做那个电疗的时候，你的牙齿坏呀什么，他不会生回去啊，那个牙床啊，会收啊，都是烂烂的。这样什么牙齿好了？差不多嘛，因为要做的时候牙齿不好再拔掉，能够补让它补。三年不可以拔牙，拔一下它不会生回去啊，不会生，牙肉不会生病啊，不会生病，因为它细胞还没有，不给你化疗一下全部死掉。啊，这个没有生病也没关系哦，不要紧，健康就是好。在打工做的干吗？在打工做电脑。一起花钱我上瘾，做电脑的，专门做电脑的，做电脑。他是做还是做？他读的那一科叫什么？他有，他是在外面学的。他是外面学的。没有去读书学的。他是外面学，他是hardware呀，硬体的。如果是软体的，软体的可能你要读。因为软体的，它是还会。我两个都软的。软体的。软体的它可以写程式啊。你的公司要怎么要叫电脑怎么做怎么都会写，因为它也读这个，它会写它的程序，电脑程序。